只有勇往直前，战战兢兢的，你的分秒之间都在这精进中，然后祈求天地让你更加的掌握到前世今生的更多的课题，可以如期快速的偿还。那天地听到了，事实波转，那也许你不要到事情发生了，你说来祈求波转，那不一定哦。我以前举过例子哦，负能量时间到了，是不是？你如果以前听过我的公修课的，应该听过我举这个例子。负能量时间到了，是吧？就好像你的车，是不是？他左踹右踹，车已经受损了，你还能开，但有压力，车子不好看了，是不是？他再踹一踹，里面小零件坏了，还能开，是不是？他一火，他别的不踹，先把引擎给踹了，你就开不了了。开不了的时候，你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要在他行动之前，你就要先跟他能够大家有共识。这是一门艺术啊，也是一门学问，也是超马学员每个人要搞清楚弄明白。哦，尤其今年特别年，是不是？前面的一个月一个月的世界各地的乱象，好，到接下来好下半年度，好，接着，所以前面讲说你要选边站，要选好，选好了你还不能够就这么样休息了，要赶快，是不是？至少天地知道你的心吧，是不是？看得到你的意吧？你说好像也许可能是负能量来的时候，他也好像可能也许是蹦蹦刚好正中。好、哦，我呢只能每个礼拜提醒你，是不是？对于有些学员呢一再讲什么不敢发愿的了，哦，你回去自己想清楚，敢不敢发愿？那个道理都讲完了，是不是？需不需要发愿？道理也讲完了，要不要发愿？你家的事。就是这样，哦，那我一再强调，发愿没有说要一定要花钱，要用你的心，真的想要成什么事，对吧？行什么德，